他现在的意思，我回来就安平的。现在动手吧，麻烦你再发一份电报，请求上级加派一个小分队，十连长的伤情不容耽误，先把他送回去，再回来就安平。让我一个人留下来。你急，执行枪决。请让我见见神鹰大人。电台信号找到了。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知道您警察局应该没问题。你们现在就是被我抓到的贼，兄弟，你这也算帮了大忙了。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忙活了。谢了。 这情啊，会等你还到崔四哥头上就成。三爷，兄弟，我真想跟你去，可是你说我这……哎，四爷，这事儿你帮到这个份上，也算够意思了，坦不言谢。哎呀，哪里哪里哪里，儿子，哎，你也小心点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四哥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 这些个干八路的，有点意思，但愿别捅出什么大娄子来。哎，二位，咱们就是警察局了，你们可想好了，真的要去？去。我们警察局平常带枪的，好赖也二三十号人，你们可想好，真的要抢？抢？你不知道我们是干啥的？ 那我也猜的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二子哥，二子哥，不好了，急啥？慢点说。哎，二子哥，你抓犯人了？先别管这个，快说。你不是让我盯着那个女犯人吗？啊，就那个，阿敏。对对对，你咋知道？你谁呀？你管我是谁？他咋了？哎，被你换了。哎，老叔。 快说，那女犯人怎么回事？刚才来了个黑皇军，把他给带走了。带哪去了？说是去警备军监狱。警备军监狱。哎，老赵！哎，儿子，信了！叶老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二子哥，哎，这俩谁呀？这么嚣张呢？管人家是谁呢？走吧。哎，记住，今天这事儿。 谁都别说，啊！走，老赵，过来！你个倔驴，你干啥去？你说干啥去？你们听见吗？阿敏被关到二狗子监狱了。小点声！我又不是聋子。那你现在想咋办？还能咋办？救人啊！坂本现在把他转移过去，说明要对他下黑手了。队长不是说了吗？阿敏现在是坂本手里的一张王牌。 阿敏暂时不会有事的，不行，我害怕，我要去救他。你回来，你有本事你把我给拖走。老赵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？队长把你交给我，我就得负责任。老赵，你听我的，咱这事儿必须得报告队长。 你回去找队长，队长肯定有办法的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回去找队长，我一个人去救阿敏，咱俩分头行动。不行，要回一起回。这可咋办啊？老赵，你听我说，坂本不抓到咱武工队的人，不会对阿敏怎么样的。你信我一回，咱回去一起找队长，队长肯定有办法的。啊？你就听我一回，行吗？ 行，听你的，这就对了。咱赶快回去找队长啊！哎，走。哎，等会儿，咱俩就这样回去啊？解开。少跟我来这套。我来哪套了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钥匙。你刚才看见了，我没拿钥匙啊。行了吧，天下什么锁能难住你狐狸啊？哎，赶紧解开。你跟我狐狸耍心眼是吧？
我耍啥心眼儿？我蛇找不到一个顶不上你一个狐狸。哎，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咱就这样走啊！万一遇到什么突发情况，咱俩怎么突围？你不就是担心我跑吗？我把枪给你，没枪我怎么去救阿明？解开吧。哎呀，咱俩手都勒红了，你都勒出血了，赶紧解开吧。 你别磨蹭了，要不然真来不及了。别给我耍心眼啊！哎，哎，老周，哎，老周，狐狸，你回去告诉队长，我去救阿米。如果我救着了，我们俩一块儿回去；如果救不着， 我俩死一块儿了，你给我回来，老周！回来！我不管这死活了，长官。 你逃吧，以你的身手和智慧，天下没有人能抓得住你。你们记住，大日本武士道精神里 没有逃这个字，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次训练课。梅静子， 接错人，坂本队长，以你的刀法，根本不需要我协助你，更不需要我来砍下你的脑袋。你不是一直想砍下我的脑袋，为你的弟弟报仇吗？我帮你完成这份心愿吧。坂本君，不要再逼我了。我承认，我对你下不了手，但你敢不敢承认？ 你救我，是因为你对我动了心。没有的事。坂本，动手吧。这把刀下 不知死过多少高手，多少敌人。我死之后，请把他与我同葬。天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快点，快点啊！别给我偷懒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三药去哪儿了？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家都吃饭了啊！吃饭了，集合，集合，吃饭了。 集合了，快点！磨蹭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！六七三四五六七八九。
不对呀，队长，好像人头不对呀。少人了？没有，好像多了一个。我记得咱们出来的时候带了11个，现在咋12个了呢？我听说这捡钱捡宝的，还没听说过捡犯人呢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本来带出来就是12个人吧？不可能，队长，出来的时候你们也在了吗？我查明明是11个。你的意思是我没数明白？不是那意思。 猪脑子肯定没弄清楚，多一张生面孔，你能认不出来？队长，你看这好几张生面孔呢，他们都是从新人号里刚调过来的，我也不熟啊。你看连号服都没发呢，要不，要不我去拿花名册，咱点一下名就知道了。滚！点什么钱？你不饿我还饿呢，你想不想吃这碗饭了？ 赶紧带他们走，吃完饭轰他们过来干活。是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快快快快，别磨叽。版本，你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武士，你愿意为天皇陛下献身吗？舍生逃命，在所不辞。很好，上来吧。嗨，大人，军部制裁版本的命令该怎么办？ 版本切腹的那一刻，他已经为他的错误赎罪了。现在他是我的人，谁要制裁他，来跟我要。嘿，梅静子小姐，这位神鹰大人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连军部的也不放在眼里。他就是天皇御前侍卫长。 新来的吃不下的发霉的窝头啊！等过几天。
你再看见他，比看见你亲爹都高兴。炮哥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哎呀，炮哥，我这刚进来，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问吧，这监狱里的人情啊，很贵，谁让我吃了你个窝头啊？哎呦，炮哥讲究。哎呀，炮哥，你今天有没有看日本人带进来一个女人？ 你打听这干啥？不瞒你说，炮哥，我跟我媳妇儿在黑市上贩大米，我被抓进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媳妇儿咋样了。我给你打听打听，她是不是也被抓进来了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啊，日本人明令禁止售卖黑市大米，是抓到了可是重罪。我现在后悔了呀，大哥。炮哥，你帮个忙，告诉我。 今天有没有抓一个女人进来啊？今天是好像有一辆车，抓了一个女人进来了。可谁知道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是她，肯定是，肯定是她。炮哥，你能告诉我她关哪儿了吗？哎，一个窝头，就值一个问题，你都问两个、三个了。 我这还有一个窝头呢，炮哥，您拿着。那如果我告诉你了，除了这个窝头之外，我还有什么好处吗？炮哥，如果你告诉我了，你从此就再也不用吃窝头了，咱俩出去吃香的喝辣的。 你想跑，炮哥，我一定会带着你的。你告诉我，我媳妇儿关哪儿了？你可拉倒吧，我可不敢跟你跑。不过就冲你份情谊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犯人啊，一般都关在女号。可是今天拉你媳妇儿这辆车就没奔女号去，她去了重犯禁闭室。 就是俗称的天字第一号，在哪儿啊？在那边后院。不过里边啥样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也没进去过。谁进去过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啊，进那里边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。兄弟啊，我知道你想救你媳妇儿，可是炮哥劝你，你死了这份心吧。 行了，炮哥，我知道了，去撒泡尿。哎，等等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媳妇就犯个大米，至于关在天字第一号吗？ 你也是老江湖了，不懂的事情不要问，看破的事情不要说。你放心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将来一定还你。今天的人情，就今天还吧。
有事情要向您禀报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监狱里新婚礼了一个犯人，我怀疑啊，他是共产党。对不起，长官。哎，等等，天字第一号牢房在哪？不知道。 走吧，长官，他一定去了天字第一号。队长，我就说多了一个人吧，你还不信？别事，就你话多，还不赶紧走？哎，长官，我这举报有功，总得有点赏钱吧？要你娘的赏钱！ 你当时就应该给他摁住！我现在是怀疑你们同伙起内讧，把他抓起来！我就不信，把实话给你打不出来！啊！冤枉长官，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啊！啊！我看到这儿了。 我倒是想要看看，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混到监狱里到底想干什么？抓活的！ 小子，胆儿挺肥呀！兄弟们，给我抓住他！长官，我跟他真的不认识啊！你抓了他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真是冤枉的啊，长官！哎哎！ 真聪明，要搜你带人去搜吧，我可不想挨黑枪。你咋来了？是，来。这群二狗子也不知道咱这边什么情况，我看暂时不敢过来。 说了吧，就阿敏是我的事儿，你跟人掺和啥？你以为我想掺和啊？你忘了，你跟阿敏上次去看戏，你再我那借了一块三毛钱，今天你得还我呀。这么久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呢？我的钱我当然记得了。行，我现在还你。行了吧，你糊弄鬼呢？你现在身上能翻出一个胆儿才怪呢。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 脚崴了，崴哪儿了？我……行了，你又不是大夫，我跑不动了。一会儿他们围过来，你先撤，你回去找队长来救我。啊！你玩这命来救我，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不行。
要是死一块，下辈子还做兄弟。你真是头倔驴，咱俩不能都死在这儿啊！能活一个是一个，要不然谁去救阿敏啊？哎，不一定。你看啊，这帮二狗子不是真玩命，他们都躲在麻包里边不敢出来，连枪都不敢放。只要小鬼子不来，兴许啊，咱能躲过这一劫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！怎么回事？你这乌鸦嘴，这不是我招来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枪？哎，太君，一个犯人跑了，还打死了我们两个兄弟。人呢？就在这片草地藏着呢。为什么不当场击毙？太君，这个犯人里边吧，有一个秘密对抗皇军的组织，我一直在查这个呢。我怀疑这个犯人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份子，所以我想抓活的，彻底铲除这个毒瘤，一网打尽，为皇军解忧啊！安排长官早就知道你这个监狱漏洞百出，所以叫我们来增援，去把中子小队调来一起送。来这干什么？快快的搜！搜！是，快搜！搜！快搜！拼了！拼了！在那边！快滚！快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今天咱俩运气真不错，我怎么觉着不是运气呢？好像有人在暗中帮忙，是吗？要真是有咱们自己人帮忙，那应该见见，说不定有更多情报嘛。他要是能见，早就跟咱见面了。这也是我感觉，不一定。啊，那行，那咱赶紧回去吧。哎，等会儿。小鬼子走远点了，你等着回去，队长怎么批你吧。咱回去啥都不说行不行？就说我们只打听到了阿敏被关在这儿了。我凭啥帮你瞒着呀？你看，
我一冲动，我一鲁莽，我跑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干嘛跟进来啊？你一跟进来，到时候队长回去肯定连你一块批评。行啊，老赵，你真是倒打一耙呀！我这救你还救出错了是吗？你够兄弟，我也够兄弟，咱俩回去啊，谁都别说，免得队长发脾气。他最近身体还不太好。不是，那监狱打听到的情况怎么说呀？就说，都是你狐狸打听到的，这不显得你狐狸牛吗？我碰上你这样兄弟，我真没办法。行，那就这样办。反正现在队长也一脑袋的包，咱别给他添麻烦了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走，走。人呢？我刚明明看到。那两个人就在前面呢，他们肯定是躲在林子里了。对，还就是你聪明。兄弟们，收，走！哪敢，一群废物！大人，尊了。刘川大人为何会亲临前线？你怎么看美军轰炸敦京？敌人竟敢惊扰天皇陛下，我军将士无不愤慨耻辱，无不担忧天皇陛下的安危。愤慨和耻辱对敌人来说毫无杀伤力，他们用这么卑鄙的方式打击我们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牙还牙。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海空力量，但是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士道精神。明白了。大人亲自出马，是要潜入敌后，猎杀敌军的重要人物。根据情报，三天后，有一个八路军的大人物会陪同美军少将带领的考察团路过凤林渡。我来，就是为了他们。大人是要一箭双雕，把他们都杀掉。可是，枫林渡还是定西武工队的活动范围，不把他们除掉，很可能会坏我们的大事。他们有那么可怕吗？他们的专业就是潜伏、破坏、暗杀。弹药的事情，你也看到了。千里之地，溃于蚁穴。我们明晚十点出发。我给你一天时间消灭武工队。嗨，等等，基本已经确定，
师兄，你长官，让我打头阵吧，我要为我们大队长报仇雪恨。军营可见，去吧。嘿，跟我走。 你他妈瞎呀！队长，不是我提的。队长，跟我上。 是不是傻？谁他妈让你们扔的手榴弹？八路自己拉的。他妈走！
个活的咋就这么难呢？我放这么几枪就结束了？说明武工队不在。上。我们正在全力搜查。什么？他们已经烧成灰烬，电台呢？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？多想能有人告诉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，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？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，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，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泥泞仍然憧憬，笃定坚信未来有太多美好，所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？多想能有人告诉我，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，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？睁开双眼，明亮的画面，猩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，感觉到温暖，内心充满阳光，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。是谁内心无比坚定，脚踏车泥泞仍然憧憬，笃定坚信未来有